主料，鸽子一只，大生二克，当归两片，蜜枣一个，火腿三克，姜一克，葱三克，辅料盐、鸡粉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到2小时。鸽子剪掉指甲，洗净腹腔内的血，放入冷水锅中煮沸，洗净腹膜，葱打结，姜切片，当归党参冲洗干净，将药材放入茶包中，鸽子、葱姜、药材一起放入砂锅，加入足量的水，加入蜜枣和火腿，大火煮开，转小火煲1到2个小时，加盐和鸡粉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当归味道较重，酌情增减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